啥玩意儿？哎，我也，我也刷到那个抖音了，好像。他什么玩意儿？国内突击手。哎呦我操！哎，不要打了。我也刷到那个抖音了。什么逼？什么？汤米，汤米，爆闪！我跟汤米有。 牛逼！还有一堆的，在二标那边。 OK， 刚才打完他跑了，不知道跑哪去了。奥特曼刚说啥？你再说一遍。围墙，围墙，别的围墙。有可能。哎呦！三四楼，三四楼。 发现了一个人在中国监控口的时候，他是不说话的，就平常话很多的人，他看见镜头他也不说话了，他就跑去捡了。哟，我操！什么意思啊？不要捡我大鸡头吧？有两个，有两个。慢说个名字，就骂嘛，多骂他两句，反正他听着。假如我两个。太强了。 我就说这边还有，哦，他卖黑粉的，兄弟，这是一队，我有道具，我被脑了，二边有一个。 加油！啊，你有，啊，这么有实力啊！我勒个豆！我操！太厉害了，老铁！石头后面，石头后面。哦，石头两个都倒了，防区拉上来的，标点石头。哎，西吧！ 有说法，听到脚步了，立刻来。OK， 直接闪下一个，好，打掉一个，牛逼！怎么说？直接帮助一下。好的，老铁，这就是国。